爸妈今天上班这么累，我们给他一个惊喜吧。我学今晚肯定吃大餐。哎，咱家这油烟机你也给洗洗呗。啊，你确定让一个八岁的小女孩帮你洗油烟机？爸爸叫来了帮手。妈妈你回来啦。哇，全是你俩收拾的。哎，可辛苦了呢。全是我们干的。真棒，走请你们吃饭。Yes， 妈妈居然请我们吃自助餐。